呀，进来吧。我们现在要去 Harlem。这是我们的必读书，然后教授让我们一周之内看完 Part One。然后这么多，失焦了，不是 Part One， 好焦了，没关系啊。我想说话的，那你说呀。现在在 Harlem，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去的是哪里？一个 mansion。好尴尬，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调说话呀？Yep. 这是住宅区啊，那不然呢？不是 Harlem 这么有钱的吗？这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不打算进去，因为门票要$8。以上来自于没有钱的小公主。你不要配这种尴尬的话语。不要。走嘛，就走了嘛。嗯？就直接走。我真的觉得今天天气很差。这条街叫做 Sylvian Terrace， 是一条 Harlem 很好看的街。然后它的作者是那个《大小谎言》的作者，所以原价是$18的那种那个 hardcover， 然后两刀买的。然后另外一本《Little Online》也是一本蛮出名的书，然后这个两刀买的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哦，一直到秋季都在闭馆。嗯。然后我们要走了，就很好看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手机是谁的呢？
小哥在看我们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呢要去喝粥。我们要去这里吃粥啦。然后刚刚去了一个书店，有车有车。刚刚去了个书店，然后它是很 queer， 然后 LGBT， 然后又很女权的一个书店，就里面的书基本上都是那一类主题相关的，而且有很多 workshop， 还有一些活动。深夜放毒好听吗？